演员可以先生无明星，本来是农夫大难过，身体不健康过劳啊，去庙去有一个寺庙去问神啊，他说我健康，我拜神明，就这样。然后神明就是说，我把你医好了，治好了，你要为神明服务。那时候爸爸妈妈，妈妈也想说，只要我先生身体健康，你什么我会答应你。后来真的爸爸就好了，后来爸爸就也当时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。可是爸爸就像疯疯癫癫的，也是神明附在他身上，妈妈就一天到晚哭。念经，闽圣经，闽圣经，母腔师傅的闽圣经音量，念念嘛就。就唔顶嘅咧，一地方嘅看到安，看唔清楚来看呢，乖乖，唐多人来到唐来讲，有感情，他就吸引啊你哋。就是一传十，十三百，所有人来的就很厉害，就说啊，你什么病？他就给你讲个药方，或是家里不合，你服定。这个符拿回去洗一洗，自己是打起就回去，所以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子来的。他平常他有什么事情呢？他来求恩。那阿姨想求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喜化洞？以前是人居住的地方，因为恩主公神是圣神显明嘛，所以恩主公说，哎，干脆来一个显化，明显显示出来这样子，叫显化洞。不相信啊，他因为他是从事木材生意的啊，为什么会帮人家医病啊？为什么会帮人家那些处理那些问题啊？有些人甚至嘲笑他，说他是疯了吗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嘲笑他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所有来求他的都迎刃而解啊。爷爷本庄有个人精神无的，后生的三十两岁。来看古装，来看，哦，要不你讲还点呢啦？来看啊，咩符合发发的，转去就好起来。所以一传那去有求必应，啊呢，他就未减了。他唔知我物个做统计唔统计，就我不做十年就应对啊，他那就应对看古装样，就中旬就下来，就类别，类别。我做工有条件，他咪按实质数字，实质啊数字啊，接落去，脚麦托的接落去，实体嘅，实体嘅不行谈，谈法就是咁子讲，过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年，去了五十年，开始研究应来，有求必应啊，这样子啊。神有讲过。我跟你约五十年，你的身体借我五十年就好。可是这五十年你要帮我建教一次，十年十年一次。那现在爸爸也九十五岁了，那他也是第五十年了，就圆满告一个段落了。就按你许愿，应该出天白的，也当我的眼睛来半夜醒面的嘞。我要算喽，谢谢。哎，有没有很帅？完全没有。你可以放慢动作就帅啊，有点弱势的感觉。其实我没有参加过就比较大的庙会，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，所以其实心情上是蛮紧张的。其实那个当下就是学长在把衣服跟名牌给我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开始有那个感觉，就哦。真的要开始这场活动了吗？然后就那个紧张感又更强了，对。
那我这三个月呢就是很互相跟香客联络啦，或是怎么样，说我们有这个活动啊，你们要不要参与啦，参与什么超度啦或是什么，我们都在准备这样子。那学长，我们今天晚上的行程算是都告一段落了吗？今天晚上事前准备应该都算是告一段落，然后明天的重头戏之前呢，大家就是现在其实也很紧张，然后就是但是就是所有的准备都很万全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谢谢学长带我，那明天也麻烦学长好再多照顾我。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到来，加油。我们这次的义工啊，有220多人，我们都有工作证，甚至我们的工作证的区别、袋子的区别、区分都有。做什么？哪一个餐饮组的是什么颜色？点心组是什么颜色？啊，你那个交通组是什么颜色？我们都有这样子分。然后我们到路口，两边的路口都有量额温、戴口罩，没有戴到的，我们就免费供应给他，就这样子，因为为了大家的健康。没有了，好，没有就走，大家就可以吃早餐了。我觉得最开始忙的是餐饮组啊，就我们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准备做早餐了。因为毕竟是很多工作人员，所以他们办活就是要很早就开始弄。他们虽然觉得很累，可是他们就觉得说，哎呀，真的一切都值得了。他们觉得说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世的一个环节，其实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。你的降生到爸爸身上，一直一直都有哎，一直都有，只是说现在年纪大了，哦，就求神明不要这样子，也太累了，不会这样子，像以前附身他身上又一个武神啊，蹦蹦跳跳的或是怎样子啊，没有跳窗跳好，家中点的样哦，夫妻有五孙啦。太子也父孙，头天什么脱胎，上太马上应轮，上面应生应轮，跟应应天的太子呀。王爷公来报将来做应佛，哎，母猪杀掉一，按的雷击变没有那神明，向下呢，母猪太马掉没有那神明，啊，多应判那多神明，五孙无各个无重要。接神明的话，是因为可能是家里人家有供奉神明啊，或者是别的宫庙，它是从我们这边分灵出去的，就是等于也是一个回娘家的感觉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所以他们就会请神尊来这边，然后我们就会把他们请到我们内殿里面。天发宫的主持中一两节，谢老师。所有来抢出去给开堂的项目一起办，一多人来，来也抢起衣服是。我们现在的会场呢，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我们的传统三献礼的仪式哈，啊，也欢迎大家呢到内场来观礼。三献礼它是一种祭拜。祭拜他就传古礼，第一要做什么，第二要做什么，第三要做什么。献水果啊，身体奉献给神明啊，这样子啊。
除了主殿是用来酬神的一些活动以外，其实楼下的普渡道场也是这一次建教的一个重点。楼下它是专门做属于阴的超度祖先啦、地基主啦、还有阴灵啦、还有什么五世孤坟啦，所有的阴的就是在下边地藏王菩萨那边起的道场。因为现场的这些无事孤魂可能数量众多，然后怕他们可能会捣乱之类的，所以摆一个很高的一个鬼王在那现场，就是负责镇场，说哎，你们好好过来享用就好，但不要闹这样子。来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来，你家属了吗？家属都要变，还会有有没有家属都要变？我就跟你讲哈，这个叫三宝证明碟文，叫佛法僧叫做三宝，那这个叫思前库前，就是给他换洗的衣服、梳子、鞋子那些哈衣服，表示说你这个衣服穿一穿，还有思前库前，还有那些银子，他们来领了那哈，那你得到了。离苦得乐，这些钱都是给你一起去的。把猪羊献给神明以后，这些算是给他们的钱啦。然后就等一下烧一烧，然后也是跟前面那些东西一样，让他们带回去西方世界。一世胎无中药，唔敢讲，冇乜嘅感觉啦。一刻一唔去跳拜，跳拜你二刻无发展，就靠死一个寿命。一年无死一个寿命啦，有偏二成二二就好啊，就二年无死一个咩？心若是神对寿命有缘嘅，我有缘呢。各人的缘分啊，我十九岁到这里，一直跟随着那个爸爸在这显化宫这边服务。可是来到这边，一方面我可以服务大众，一方面我可以看到爸爸跟爸爸的温暖幸福。感觉当然有啊，我们觉得我好幸福哦，还有一个爸爸这样子啊。来我做条路嘛，难怪我对我发展，中医师嘛太来，天爷工作做嘛，天上嘛给农户的血给买开食堂，给好菜买呀，好菜买赚两下挣，有咩情况啊？一方面神明面前服务，一方面服侍阿爸，还挣有点咩嘢咧？无奈个好。叫我转下澳门过来，开阿一个哦，两个妹啊不在意啊，无两万块钱呐，先发费也分给你，存的全部归公。安尼，我希望就讲，希望也个以后呢，就成立也个慈善基金会，财团发明书，我希望其他冇嘛，还不要，钱不要。